阿公，你要继续保佑我跟我姐哦。你有没有听到？姐，封印破了吗？我不小心烧到你的一小角。救我！从今天起，这个房间一半是我的。人家僵持哎，法律系鼎鼎有名的冰块哥来了。你说碰到你室友，声音就瞬间消失，也变温暖。目前能做的，你就先扒着你的室友紧一点喽。你这人怎么这样？以为见鬼，不过是你胆小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一直被某人用各种方式骚扰。骚扰？他总找各种理由在他身边晃，盯着他看，甚至有意无意的碰他。干嘛？除了肢体接触，他还有说些什么吗？你对我来说真的很特别。我只是为了不想听见鬼的声音靠近他，这样带有条件的关系，未免也太卑鄙了吧。